先生，先生怎么也来此了？那你呢？为何独自来此？李已经关了，留在宴中也不过是喧闹，不如来此躲躲清静。先生也是吗？坐。先生饮酒了？怎么，做你的先生就不能饮酒了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先生平日端方又笃信道学，学生还以为您持戒不饮酒呢。那你是看错我了，我从来不是什么端方正直之人。你那日的伤怎么样了？托先生的福，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那便好，薛家的事再给我一些时间。我先生，学生不想再与薛家斗下去了。为何？先生从前不是总教诲我不要逞强，不要搅入朝局，可我总是做不到，给先生添了许多麻烦。如今学生已然想明白了，也愿做到，事已就算来日离京，先生也该对我放心了。